你好，请问你和死者的关系是啥子？女儿，我是他们的女儿。幼儿是他姐上大学之后爸妈才生的，两个人面都没见过几次，住在一起好泡哦。正好趁那个机会好好相处噻。长姐如母，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你弟娃好生养大。我要爸爸，我爱妈。我要去北京准备研究生考试。欢迎奶奶，欢迎哈。你来嘛？父母晓不晓得你还有六岁的弟娃吗？我是独生女。你要敢卖你弟娃，我就去法院告你。你不就是要钱吗？我要的不是钱，我爸爸死了，所有人都觉得他是我的责任。明明做错事情的不是我，凭啥子你们全都朝我来？这个事情到底要咋个算？我真的不想再这个样子待下去了。我拼命的存钱，我要去北京，我要离开这个地方。你等等我不行吗？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。我只有你了。你跟妈妈一个味道。说谎是会长象鼻子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想妈妈了。